我的生日愿望是有宣不完的饭。大哥你看，神仙真灵哎。不对劲啊，我咋觉得这是陆地上那群猴子设的陷阱？这是深海，那群猴子咋可能祸害到这？你不炫我炫。大哥，我咋浑身难受呢？怕不是那条鱼有毒吧？笨蛋，咱们刚在深海，突然跑到浅海，压强急剧减小，一定要适应不过来，可不就要爆炸了吗？那咋办？我还年轻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没救了，趁你还没咽气，不如便宜兄弟。带鱼真有灵性啊！看到好朋友被掳走，居然蛇身想把朋友拽回来。